我是摄影师黄庆军，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大庆，我是70年代生人。我在小的时候，由于我二姨父给我们拍照片，所以让我对摄影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当时他用海鸥4A给我们照相，我就觉得一个方盒子好神奇啊，对着我们照一下，完了之后他又洗出照片给我们。那是我对摄影的最早的接触，应该是在6、7岁的时候。后来在10几岁的时候，在大庆的青少年宫，我发现有教摄影的老师，他会给讲摄影，所以我们就报了班儿，去参加了青少年宫的摄影。但当年家里头也没有相机，其实摄影还是很奢侈的事儿，所以相机都是借的那个海鸥4A的这种从上面取景的相机在用。后来呢，我母亲呢帮我买过一个华山的照相机，那是当时是140多，最后又买过理光石，那个当年就是已经是我们家最贵的家当了。所以我的摄影呢也很感谢我母亲这么些年一直对我的支持，要是没有她的支持，可能摄影也不会成为我的爱好，甚至成为我的职业。我的第一幅家当作品呢是在2003年，当时接受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项目，当年我拍摄了东北3省加上内蒙古4个省，4个家庭。那么在2004年呢，我就离开了家乡大庆，去了北京，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呢有更多的艺术形式能让我看到。但之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离开，也是因为我在青少年宫学过摄影之后，在1992年我就认识了王福春老师，所以在他的对我的指导下，让我对摄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也是通过接触王福春老师之后，我的相机的镜头基本上就是都是对准了人。之前我也拍沙龙，也拍风光，但是就是找不着方向。自从认识了王福春老师之后，我就很明确的就是镜头都对准了人。那么到了北京之后呢，由于看到了很多的艺术形式，就一下想起说当年拍家当这种形式，既能反映一户人家的生活状态，同时呢当时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也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变迁。所以呢就开始用相机重新开始记录。例如我后来选择的场景，有一些人家后面是抽油机，那么当时拍的时候油价也是在100美金以上。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油价基本又会回到100美金一桶的这个价位上。而且我还拍摄了一些包括北京当时在拆迁，因为是2007年、2008年的奥运会，就是一户拆迁的人家，但是背景我选择的是有城铁经过。所以在后期拍摄呢，我对家庭的选择呢可能更多的是和这个家庭要和一些环境有关联，这样的话呢这个画面感可能产生的是不一样的，不像当年2003年的时候拍的照片就是房子和家，那么就是环境稍微少一点。后期的拍摄我可能对环境的要求就会更多一点，甚至包括人物。我曾经也拍过一些名人，例如电影导演张元，还有演员杨紫，当然这都是一些机缘巧合就有机会拍到了他们。当时我记得拍张元的时候特别逗，他拍完了把东西都摆完了，这时候他来了一个快递，他特逗，他把快递就扔到这个画面中了，他说这是我最新的家当，所以就特别有意思。那么其实上在拍摄的过程中呢，总会碰到一个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创作嘛，创作它的这种雷同性，像我拍家当呢，它会有很多的雷同性，因为都是把东西搬出来摆到房子外面，这比较多，所以我也自己也很矛盾，这种方式是否要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有幸去纽约见到了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当时给他看了这批照片，当年他看了这批照片之后就非常兴奋，
当时他还为我写了一句话，在他送给我的美国人的画册上，他当时写的是，感谢你给我看这些照片，这些照片帮我打开了一扇看中国的窗。所以也是因为他的激励和鼓励，也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上是很有意思，不只是对大师打开了这扇窗，可能对更多不了解中国的人，如果他看到这些照片，就会更直接地了解到这户人家，甚至整个中国人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和一个生活水平，就是非常直接。我觉得这就是摄影带来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并不需要任何的文字的注解，你一看图就能看懂。所以呢，这个也可能是我跟弗兰克就是因为这些照片结缘，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我每次去纽约都会拜访他，那么从2012年到2016年，我们前后跟他见了7次，包括有时候跟他一起街拍，喝咖啡，聊天，也听他讲就是一些摄影对影像的感悟，其实上对我是帮助很大的，让我认识到了其实上影像是要不断在有限的空间去探讨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其实上一直是一个，就是一直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如何的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创造性，其实上一直都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光与影，色彩，或者是有些照片是决定了事件本身决定了它的价值，就是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抛掉，那么什么样的影像能够留下，其实上这是一个问题。例如说我们把事件抛掉，把光影抛掉，把瞬间抛掉，那什么样的影像才能成立呢？其实上这一直就我觉得就是一个问题。那么弗兰克的一生他也是在探讨这些影像的各种的可能性，所以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通过他的鼓励呢，那么我就决定把这个项目继续的坚持做下去。那么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做一些细分，包括2014年当时就拍摄了90后的家长，当年的90后也只有24岁最大的，当时拍摄的几个人包括有电影演员杨子，他当年刚刚电影学院毕业，还有漫画家伟大的安妮，他当时刚去北京创业，当时有几个员工，但是现在听说他已经有几百个员工，每个人的变化都是蛮大的。那么在2015年呢，我又和淘宝合作拍摄的网购家长，当时也走了10几个省，包括去了新疆和西藏，包括是活佛都会去网购，他只买，虽然买的很少，但是买的是酥油灯，就是互联网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它已经根深蒂固地进入到很多阶层中，人们已经开始觉得通过互联网购物啊是一种便捷，或者是能够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所以这也是人们一个消费方式的一个改变。后来在2016年呢，我又有机会在美国待过几个月，当时就拍摄了一组美国的流浪汉。那么拍流浪汉的时候呢，其实上因为我的语言不通，那么这一群人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哎他们会很危险，其实上我从我的感触中，人就像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语言就是微笑，大家都有一种信任感，所以他们对我也是有一种信任感。后来拍了10个人，当然拍这些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的语言不通，我跟他们就没有办法更多的直接的交流，所以后来我采取的方式就是拍完之后我会用手机录一段视频，请他来讲他的故事。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呢，我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故事，所以他讲完故事之后呢，我得回去翻译，我才知道这个人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个系列呢，中间也碰到了个麻烦，就例如说有的人不让你拍，会追着我要揍我，那就赶紧跑呗，那就没有办法，就不能去拍。但总体我觉得大家还都是对这种方式还挺友好。后来在去年，那我们又拍了主播的家当。那么主播我们知道现在由于互联网又由于疫情，
造成了人们更多的就是这种流动性减少。那么就在家里头呢，就有很多人就会去做视频啊，通过网上去传播。例如我在2019年的时候亲身就拍过手工梗，而且我也去过他住的村子，我当时对我的感触就很深。我是觉得只要你的作品有吸引力，人们喜欢，你做出的东西有意思，那其实上不管你在哪儿，依然会有大量的粉丝追随你。所以像手工梗，你看他在那么偏僻的地方，但他依然有很多粉丝去追随他，他也不断的去创造一些奇怪的东西，对吧？就是特别有意思。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启发，就是觉得人有时候无论在哪儿，其实上只要互联网不堵就不堵，就是大陆就是畅通的，只是说你制造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那么我就是通过不断的在细化家当的这个一个个的分支，那么如果我把家当比喻成一棵大树呢，这些分支呢可能就像一个个的枝杈。我在思考的时候是，如果我让这些枝杈呢特别多，它会不会长成一棵很茂密的大树？那么大树我们知道，如果长成了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阴影啊，或者才能产生乘凉啊，它就产生了一种能量。所以但是这个就是我也是在一直的思考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在2002年呢，我的生活发生了就一个相对大的变化，从中国出来来到了美国生活。那么我们就在到了美国之后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再一个就是文化的隔膜也会让我们有一种距离感。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这个家当作品是怎么去拍，包括现在呢我也很有幸也进行一下。他是住在公寓里的人，也拥有很多的东西，她是一个女孩，拥有很多东西，她而且她也自己还做一些艺术品做装置，所以她的东西呢很多都还有故事，我就觉得特别好玩。这但拍这张照片呢也是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达成，当时拍摄是用了大概6个小时。通过拍了他之后呢，让我感受到什么，他是住在公寓里的人。那美国人有很多人他们并不去买房，年轻人他们就选择租公寓，在很多城市都有公寓可租，那么他们就打工啊换地方就非常容易，变得非常便捷。所以我也在思考是不是下一个主题也有可能去拍一下，探讨一下这些住在公寓里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再一个呢，就是希望去关注一下海外的华人移民家庭这种生活的变化，甚至说一些老华侨，那么他们家里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中国记忆的东西在，甚至是他第一次登陆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出门的时候肯定带着你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嘛，来到异国他乡，那么这个也是我想去探讨和思考的，这个可能就是下一步一点一点的进行中。再一个，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和我们家庭有关联的选题，因为我拍摄了很多的人，所以我在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他，从他一个月拥有的东西，一个月当然我们知道只有些奶瓶啊奶粉啊牛奶啊，但是当时呢还有一个人给的我们表妹吧给的一个小支票，我也都放到那个画面上了，就是小孩的衣服啊这些小东西。那么到他1岁拥有的东西，到2岁，到3岁，那么到现在呢是6岁，所以呢拍了7张。那么从这个也能看到一个小孩成长中他的家当的一个变迁。那么这个拍孩子呢，我是希望能拍到18岁，这样的话他就成了18岁成人了嘛，那么他之前成长中都用到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一个另外一个系列，而且时间也会比较长。也感谢这些走进我镜头的人，
其实上我觉得这些年来我的生活都是他们成就的，我拍摄了他们，完了媒体才会关注了这些照片。其实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那也就没有我现在这些家当作品的呈现。所以我还是很非常感谢能走进我镜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缘分的人。所以我也在思考下一步继续的如何去做家当作品。谢谢。